四位知名的队长，掌声送给开场表演的五个小朋友，谢谢，谢谢你们。女士们、先生们，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西门町街头虎王李科颖架子鼓交流会暨粉丝见面会郑州站的活动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苏晨，我是主持人甜甜。当然，甜甜，你知道吗？据说啊，学习乐器的人从小呢，在学习当中呢，都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丰富体验。当然在成长的经历当中啊，也会有更多的成就和更多的感受。是的，没错啊。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都会觉得音乐的力量真的是无穷大的。同样在所有的乐器里，架子鼓的出现呢，让音乐也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饱满。那么一个好的鼓段编配啊，也都能够让我们的音乐本身更加具有感染力，充满力量。是的，没错。当然我们都知道啊，架子鼓本身呢就是一种可以独自来演奏的音乐乐器。在现在的音乐演奏当中呢，架子鼓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必不可少的音乐乐器之一了。那当然今天呢，在我们李科颖架子鼓交流会的现场，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都可以即将一同感受到架子鼓带给我们的神奇魅力，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是的，那么在我们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呢，首先有请本次活动的主办方河南奇艺文化传媒总经理、河南鼓堂文化传媒总经理、郑州打击乐协会理事、中国好鼓手、郑州组委会总负责人张萌先生上台做精彩致辞，让我们共同掌声有请。有请张总。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莅临李科颖架子鼓交流会郑州站的活动现场。我是本次活动主办方河南奇艺文化传媒负责人张萌，在此向到场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同时也感谢郑州兄弟琴行凯乐打击乐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与赞助。对于琴艺文化而言，2019是幸运的一年，幸运地认识了在场的各位老师，还有校长们，还有郑州打击乐协会的各位领导和理事，幸运地与中国好鼓手站在了一起，并成立了中国好鼓手赛区组委会。今天我们再一次幸运地成为了科颖2020年架子鼓交流会中国内地首秀的主办方与见证者。在充满幸运眷顾后的2020，我们将致力于为河南地区架子鼓的优秀学习者及组织者提供更多更广的发展平台与机遇，正式全面启动中国好鼓手全国青少年打击乐展演。此项展演是组委会联合中国社会艺术协会、国际打击乐协会打造出的打击乐行业顶级赛事，致力于推动中国古文化及教育的普及，推进全国打击乐发展，为中国鼓手打造更高规格的竞技、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当前，中国好鼓手联合了海南卫视《王牌教师》栏目、网易云音乐平台、美国迪贝音乐家协会、中国社会艺术协会以及童星少儿影视等平台，共同为全国优秀的打击乐选手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此，我代表中国好鼓手组委会向大家发出诚挚的邀请，诚邀大家参与2020年好鼓手的大赛。再次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张总您的精彩致辞，谢谢。好的，那再一次感谢。同样，我们接下来呢，要掌声有请到的是品鹏帮代表、郑州兄弟琴行店长、凯乐架子鼓产品总监武一威先生上台讲话，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鼓手们，大家好。2020年西门町街头鼓王李科颖架子鼓交流会暨粉丝见面会，请允许我代表凯乐架子鼓厂家、郑州兄弟琴行、中国好鼓手组委会全体人员对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凯乐架子鼓厂成立于1998年。长期从事一切架子鼓的零售、部件、批发的生产，有着1000余平方的架子鼓的生产车厂房、车间，目前已有数十种架子鼓型号，打击乐各种配件，主要销售地区覆盖北京、天津、河南、河北、江苏、上海、广州等地区，致力于打造最适合鼓手们练习、演出、家用和教学的架子鼓品牌。本次也有幸接到中国好鼓手组委会的邀请，成为中国好鼓手活动全程架子鼓供应商。中国好鼓手大赛是中国好鼓手组委会携手国内品牌执行团队打造的最中国最权威最专业的顶级架子鼓赛事，能与这样优秀的团队合作，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凯乐架子鼓愿携手中国好鼓手与各位选手一同进步，希望诸位赛出水平，赛出风度，取得更好的名次，展示更好的自己。2020年，这里将有一场巅峰对决等着你，谢谢大家。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吴总的精彩致辞和分享，再一次掌声感谢吴总，谢谢。刚刚我们都说到啊，今天是西门町街头鼓王李科颖架子鼓交流会及粉丝见面会郑州站的活动。当然，想必在我们现场当中的很多朋友对科颖都非常的了解。我们知道科颖毕业于东南科技大学，6岁开始呢就学习架子鼓，16岁呢便考取了街头艺人资格证，有西门町艺信区爵士鼓王之称。那么已经有10年的街头表演的经验了。在内地的网络视频点阅量呢，已经突破了100万，收获了大批来自各个年龄阶层的粉丝。当然，我们知道啊，也受到了罗志祥、萧敬腾等许多艺人的关注。可以说啊，他自己说有一句话是自己非常非常注重的，那就是即使现场只有一个观众，也要尽力的去表演。是的，没错啊。当然，我们也感受到了，可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同样呢，在2019年的8月中旬，柯颖呢也是参加了优酷的一档节目，名字叫做《一起乐队吧》。在这之中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粉丝。同样看过他表演的朋友呢，也都是在惊叹于他的高抛鼓棒和花式转鼓棒的绝招。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看过，对不对？那他呢，也和一般乐团的鼓手不同，他要给观众的除了一般的视觉体验以外，还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听觉的观感。所以说呢，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风貌一定会让大家惊喜。是的，我都说耳闻不如一见。那么下面呢，请让我们大家一同来欣赏柯颖给大家带来的两首架子鼓。是的，没错，这两首演奏呢分别是派对动物和 Tell Me Maybe。 来，让我们一起热烈掌声有请柯颖。有请柯颖。Yeah.
了这么这么多的科代表啊，我们要不要请大家打招呼？我是陈颖，Hello， 哇，这好可爱的剧，这个谢谢你们大家，我们台下在挥的这些都好可爱哦，谢谢你们大家来，谢谢。好，谢谢柯颖。那我想再次让柯颖听一下我们现场所有粉丝们的欢呼声和尖叫声，好不好？来，三二一！哇，真的是太热烈了！真的是嗨爆全场啊！我相信今天大家来到现场都超值了，对不对？哇，看到现场的粉丝都破音了，确实让今天很激动，见到了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当然，今天呢，站在台上作为主持人呢，也有几个问题啊，想一同的代表粉丝来问一问我们现场大家的这个金牌偶像。我想知道，柯颖，你是什么样的机会接触到的架子鼓呢？我是其实是在小时候在家里的庭院玩，然后听到邻居在打架子鼓的声音，我就直接去敲陌生人家，说：“哎，阿姨，这是你们家的鼓声吗？”说：“对。”然后就回去跟我爸妈吵架学这个。啊，就觉得这个声音特别好听，特别，而且那个鼓声就踩那个地鼓的声音特别那个，让我觉得很震撼，对，就是很想要学这个。再加上我很过动，对，我很过动。啊，可以说啊，听到声音觉得特别的好听。当然，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念让你决定坚持要学习架子鼓呢？其实我中间有放弃过一段时间，后来我碰上了表演。因为高中是读那个表演艺术科，后来就觉得很喜欢表演，又回来再继续学我的架子鼓。我很喜欢表演，对。对，那我相信现场朋友也都可以看出来，刚刚柯颖在舞台上给大家这番表演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精彩到他的鞋带都开了。我们再给他点掌声，好不好？好。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个朋友会说，架子鼓呢，经常都是作为一种伴奏乐器出现的，所以说很多人都质疑说这个架子鼓到底要不要去重点学，所以说我们也想问一问你是怎么觉得的呢？我个人觉得架子鼓是必须要一定要去学的，因为整个乐团里面鼓就是重心，然后所有人都要听鼓的指挥，对，所以我觉得架子鼓是必须要去学的，然后可以增加你音乐上的节拍性，跟着各种的什么音乐性都非常有帮助，对，所以我觉得架子鼓其实蛮需要去学的。好的好的，再一次谢谢柯颖。那当然我也知道今天我们郑州站来的这么多的粉丝朋友，很多都是我们柯颖的科代表，对不对？所以说啊，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让柯颖和大家一起来一张大合照，你们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好，来来，我们有请摄影师来到舞台上，好不好？好，来，我们柯颖背对着大家，我们一起来合张影，好吗？来，摄影师，来，我们摄影老师低头的走在舞台的中央，哇，好，自拍，好不好？自拍一个，来，我们自拍，可以看到吗？好，大家向中间集中，来，我们先自拍一张，然后手中的荧光棒。好，我们先自拍一张，然后紧接着让我们的这个摄影师给大家再来一张大合照。来，我们后排的朋友，一二三，哇，再来两张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来，我们有请摄影师也来给大家来一个近距离的拍照哈。来，有请摄影师，我们可以站到中间这个位置啊，俯拍。来，可以我们这个半蹲在地上好不好？来，后面的朋友都可以露出来你们的面庞好吗？来，两边的朋友可以向中间居中好吗？来，我们一起啊拍一张全场的大合照。来，好，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好不好？一二三，柯颖最棒，好不好，各位？好，来，摄影师来到我们舞台中间。好，来，来，我们一起拍一张大合照，看这里。好，一二三。哇，柯颖最帅，对不对？来，我们再靠近一点点啊！现场朋友们，用你们最大的声音喊出来，谁最帅？可以吗 ？OK， 谢谢。哇，我们后期让这个摄影师把照片发给柯颖，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 PO 出来，大家可以找一找自己在哪里，好不好？
哇，看到了刚才我们大家的欢呼声和掌声还有尖叫声，能够感受到我们今天现场的特别特别的嗨气。当然了，我们就说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互动环节了。当然我们在互动环节当中呢，我们也要邀请柯颖一同的去跟大家来玩种曲子。对，没错啊，因为今天我们现场也有这个嘉宾，当然还有来了这么多的粉丝，是不是也有很多粉丝会打架子鼓的？会啊，哇，这么多朋友都会啊。那待会儿的互动环节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参与，好不好？好，那首先呢，我们是要请这个柯颖和我们的 Pasha 一块儿来进行完成一首曲子。来，我们先请柯颖回到我们的这个位置上先休息一下，好不好？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要和我们柯颖来进行完成曲子的 Pasha。 Pasha 呢，他是也是一名非常非常著名的鼓手，他呢1995年毕业于乌克兰著名的鼓学院斯坦尼斯拉夫马吉耶斯基，后来呢也是受到了美国红场娱乐公司的一个邀请，和美国的多名知名歌手音乐家合作，并且呢担任了美国音乐人 Lonely Park 的御用鼓手，参与的歌曲呢以及 MV 的制作等等。2014年受邀来到了中国工作，并且呢举办了多场的个人演奏会、大师课等等。2019年受邀担任中国好鼓手郑州赛区的艺术总监，至今呢已经从事架子鼓行业有30余年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一起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 Pasha 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来，掌声有请 Pasha。 有请 Pasha。好，有请 Pasha。 我们先来舞台前方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好，有请您。大家好。哇，用的是中文耶。大家好，我不给你听你们，大家好，现场呢，我们待会儿也一块儿会非常荣幸的听到 Pasha 和柯颖一起来给大家来进行演奏一首曲子，名字叫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曲子好吗？可以。可以，这首曲子名字叫 Moonlight Jagger。等一下，我忘记了。下午好，我的曲子。下午好，我的两个女儿。哇。下午好，下午好 ，Mr. Dong。是不是？太惊喜了。I want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to the gentleman, 我们的朋友张萌。好的，张萌，谢谢张萌。张萌，你现在在哪儿？张萌在哪里？张萌在故宫。对，张萌一直在忙碌。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 play here,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you. Okay.好的，再一次谢谢张萌，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主办方的邀请，两位能够今天在这儿共同合作。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 Okay, we now play together Moonlight Jagger. If something went wrong, bro, don't worry. Listen to me, I will listen to you. This is the main role of music. Translate. Okay, we can play with each other. Yes. Okay.Let's play. 好的，舞台交给他们。谢谢。好，有请。
你看安徽强强联手带给大家的一个音乐的魅力的盛宴啊，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柯颖和巴掌好不好？谢谢他们，谢谢。好的，非常非常感谢。那么现场所有的朋友们，那待会儿呢，我们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合作演奏的曲目啊，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也是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如果你们也会架子鼓的话，不妨加入到他们的表演中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朋友想和柯颖一起合奏的，举手让我看一下，有多少我们看一看。哇，在哪里，这么多朋友啊。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舞台上方呢，除了柯颖和帕莎刚刚用到了两台架子鼓以外，在大家面对舞台的左手边还有一台架子鼓，所以说呢，待会儿的演奏中也是希望大家在五秒钟之内，我看一下谁能够来到舞台上跟我们柯颖一起来进行演奏，好不好？来，接下来这个曲目大家一定要听好，接下来这个曲目呢是柯颖和张慧即将为我们带来的《王妃》。来，现场有没有会演奏的朋友？五秒钟，我看一下谁愿意和柯颖在舞台上展现合作舞台，五、四，来，直接来到舞台上，好不好？舞台好吗？来，三、二、一，哇！这位女士第一位来到舞台上啊，来，那位美女慢点，不要紧，待会儿呢，我们希望你也能够有机会来到舞台上，好不好？好，那同时有请，有请我们这个柯颖和张慧以及我们这位粉丝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现在迫不及待。往柯颖那边移动是吗？好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啊，我是梁恩宇，然后学习架子鼓有两年了。声音大点，告诉柯颖你的名字叫什么，慢一点，让他听清楚。我叫梁恩宇。梁恩宇，哇，他念出你的名字了，大家羡慕吗？好，来，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好不好？好。哇，两个人在窃窃私语啊。好，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们，你准备一下。
好，再一次感谢三位，谢谢，非常感谢。哇，还有机长哦，不要洗手好不好？好，谢谢粉丝，来也谢谢柯颖和张慧，我们一起回到台下就坐休息。哇塞，真的太美妙了！我们说一首摇滚乐被他们在台上演绎的如此的酣畅淋漓，包括我们看刚才的粉丝在台上敲打着我们架子鼓的时候，那个心情啊，太开心了。是的，没错，而且呢，柯颖在表演的时候也在频频回头看一下，哇，表演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所以说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会有互动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跑得快一点，来到舞台上就有机会和柯颖哇。那个女孩刚给自己加油打气了，好，我希望待会儿第一个冲上舞台的是你，好不好？好，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接下来这个合作舞台的曲目究竟是什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掌声有请的是柯颖和王坤中为我们带来的陈奕迅的一首歌《让我留在你身边》。大家都喜欢这首歌吗？喜欢啊，还是更喜欢柯颖呢？哇，都喜欢，各喜欢可以，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五秒钟的时间，来看一下谁能够冲上舞台。哇，已经来了，这位兄弟啊，好，那位美女，提醒你一下，下次积极一点好不好？我们就在舞台旁边蹲着不走了。好，这位帅哥，我们来到舞台中间，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来到 C 位好吗？我们说，既然作为粉丝今天非常的幸运啊，直接冲上了舞台。好，拿上话筒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许昌的，是一名爵士鼓老师。爵士鼓老师，大家听出来了吗？声线非常好听，很有磁性。当然今天来到台上跟偶像一起同台，有没有一些话想对偶像现场表白的？可以看着偶像，没有关系。有点激动。好，拥抱了吗？好，拥抱一下偶像。哇，我觉得台下的小朋友们，大家很嫉妒你。好，接下来的话将会跟偶像一起来，一同的去表演一个曲目了。好，祝你加油，好不好？来，舞台交给他们。好，谢谢。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
谢谢谢。特别特别的精彩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舞台上所有的嘉宾，那当然请可以留步，好不好？好，来，我们可以到中间。你看柯颖今天啊，给台上不仅给大家带来动听的歌曲，而且呢还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带来福利。哎，是的，没错啊。那待会儿呢，我们柯颖就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因为我们说今天在现场呢，我们柯颖既然来到现场，所以说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惊喜的礼品。我们有亲笔签名的鼓棒，想要吗？好，那位朋友在哪里？我们感受一下啊。左边朋友想要吗？右边朋友，后边朋友呢？哇哇！好，知道了，想要对不对？好，那待会儿我们一起看看现场的哪位朋友比较幸运，好不好？我们第一轮抽奖环节呢，会在现场抽取到10位幸运的朋友，送出由我们柯颖亲笔签名的鼓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好不好？好，来，请看大屏幕，来吧。我们伴随柯颖一起来到舞台的侧台，我们邀请柯颖喊开始，好吗？好，来，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屏幕调大一点，我们把这个二维码给放大啊。哎，好，大家一定要扫描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页面当中。好，来，有请我们的大屏老师，我们先将页面的这个二维码给调大一点，好不好？同时有请现场所有的朋友啊，可以打开你们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击扫一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抽奖页面。好，再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好不好？来，请大家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好，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我们将二维码再放大一点，好吗，老师？好，扫描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界面当中。我们看到现在在我们界面滚动当中，越来越多朋友加入了。我们说这可以得到偶像亲笔签名的鼓槌，非常非常的幸运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好，再给大家最后的10秒钟时间。好，来，我们二维码能稍微往上调点吗？来，可能有架子鼓挡到了啊。好，来，后排的朋友都能扫到吗？不能是吗？不能的话，我们站起来或者稍微往前排一点，好不好？毕竟亲笔签名的架子鼓，不是架子鼓，差点把架子鼓送走了。天啊！我把柯颖送走，好不好？好，谁想要？都想要。想要吗？只有一个啊，不行。来，还没有扫描进入到我们抽奖环节的朋友，抓紧时间，再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10 9 8 7 6 5 4 3 2 1，来吧，工作人员进入到抽奖页面。好，进入抽奖页面。首先，我们这个第一次先抽取5位幸运朋友，即将获得可以亲笔签名的鼓棒啊。那我们来喊开始，可以来喊停，好吗？好。那准备倒计时3秒钟，3 2 1，开始。停止。好，来看一下是哪五位朋友，好吗？来，抓紧时间带着你们的手机来到舞台上，好不好？我们有请柯颖来为五位朋友来进行颁发有他亲笔签名的鼓棒。来，这五位朋友抓紧时间带着手机啊，让我们来核对一下。真的太幸运了，看一下在舞台上的这五位朋友。来，有请五位来到我们舞台中间，好吗？有请来到舞台的中间。来，我们来确认一下，好吗？来，来，可以来舞台中间了，大家都想挨着你啊、哦。好，来，我们到舞台中间来。好，我们来检测一下啊，手机当中打开手机，看一下头像。来看一下头像。空白格没问题。好，恭喜你。好，没问题。这个手机。好，恭喜你。来，我们站在旁边。好的，好，没问题。哇。已经有粉丝开始合影了，你们认为这样合适吗？不合适。哎，有点过分啊。待会儿我们再拍，好不好？来，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柯颖为我们5位获奖的朋友来颁发亲笔签名的鼓棒。好，谢谢。得到哇，五位朋友也是非常的，对，五位朋友也是非常幸运，对不对？来，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好吗？来。看向中间摄影师的镜头。
好。来，我们给孙颖比个赞，好不好？来，我们拿出你手中的鼓棒，我们高高的举起来。好，一起看向镜头。好，谢谢，谢谢，谢谢，再次感谢五位。来，我们请凯夏落座，谢谢。好的，谢谢。当然，我们有请可以留步。来，孙颖，我们再次来到舞台旁边，我们再一次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环节，还有五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鼓棒吗？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吗？好，同样进入到我们界面当中。好，现在已经有107位朋友进入了。对，我们第一轮没有进去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再一次打开手机微信，再给你们一点时间，好吗？好，大鹏老师很贴心啊，这样一个大大的二维码，没有进入到我们界面的朋友，再来最后的10秒钟时间进入到我们界面当中。当然，我们接下来的话，可以即将送上的是5个幸运的签名的鼓槌，千万不要错过。希望中奖的是谁？大声喊出名字好吗？好了，看出来了，今天来的财迷不少啊。好了，好，来，有请我们大平老师切换画面。好，好，我们第二轮依旧呢是抽取5位朋友啊。好。来，接下来还是我们开始可以来喊停，好吗？好，各位跟我一起来喊，倒计时3秒钟，好吗？准备，3、2、1，开始。幸运了，哇哇！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CD。 好，来，下一位朋友，您的头像你看一下好吗？好了，我来检验一下。好的， Lisa、贾凯、木木，好，有请。Lisa， 哇，带着小朋友来的，好，看到的是您，来，我们一起到舞台中间。好，有请五位。哇，好可爱呀、啊！来。好，来，接下来有请可以给大家来颁发获奖的签名鼓棒。好，谢谢。来，有请可以和大家一起对着面。我们的站紧凑一些好吗？面向镜头。好，一起看向镜头。哇，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也获奖的朋友好吗？哇，有些朋友说我不想鼓掌啊，我没有获奖，对不对？好，没关系，谢谢，谢谢。好的，谢谢。哇，这一轮幸运奖的抽取之后，看到大家都中奖了，而且呢特别的幸运啊。我说今天呢是昆颖的这个粉丝见面会，当然跟你说了，今天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而接下来的话我们将会给大家继续带来动听的歌曲，对不对？对，是的，没错啊。那同样刚才呢在台下不停的有人问我们说什么时候还可以到舞台上和柯颖一起进行合奏，哇，大家都特别的心急，所以说接下来又到了这样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时刻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柯颖和胡一华来到舞台上给大家一起演奏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是 CN Blue 的 I'm Sorry。 那现场有没有朋友想和他们一起演奏的？哇，这位小朋友啊，第一个冲到舞台上，哇，速度特别的快，为什么要站到舞台？迅雷不及掩耳响叮当，当然不让道林之士冲上了舞台。来，我想问一下这位美女，我这边有这么大一个位置。哎，这边空当大一些啊。对对对，好，要不要给大家也给柯颖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是国家数字艺术中心的郭正哥。哇，非常有底气的声音。当然我知道他是从我们活动一开始就一直非常的积极想要上台来进行表演。您此时此刻来到舞台上心情怎么样呢？心情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啊。好的，那待会儿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你的舞台好吗？同时也让我们掌声有请上胡一华，有请，有请一华和柯颖以及我们的粉丝一起来进行现场表演。同时邀请我们的柯颖和粉丝一起，我们来到这个舞台上方，好吗？好。好，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好嘞。
科颖呢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合作的作品。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我没有想到这样一首歌会在我们架子鼓这样的一个分享会的现场给大家进行表演。哎，这首歌曲到底是什么呢？你看甜甜刚刚发出了一个疑问，这样的歌曲都能够在我们架子鼓表演当中去有所展现，可以说我们架子鼓啊，其实它能够驾驭的音乐领域非常的全面。是的，没错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的是柯颖和张艺文给我们一同来进行表演的一首歌曲，名字叫想知道吗？想啊，非常可爱非常萌的一首歌啊。来，我们的粉丝做好准备进行录像和拍照了吗？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名字叫做学猫叫。哦，哇，这么多朋友。哎，好，我们看到啊，这位美女率先的冲上来。当然啊，我们说接下来还有机会，可以看出啊，我们粉丝真的今天特别的给力啊。好，可以在台下稍作休整，接下来还有机会。好，来，我们先请第一位上台的这位粉丝啊，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和柯颖一起合作了。我们要不要先给大家打个招呼？招呼。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郑州的崔宇威，是一个虽然没有学过架子鼓，但是也想和柯颖同台演奏的课代表。哇，是我们忠实的科代表啊。哇，勇气可嘉，虽然没有学过架子鼓，但是今天一定看到偶像在台上，想跟偶像一起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架子鼓的魅力，对不对？好，那想问一下这位美女，喜欢柯颖多久了？从看第一个视频大概有一年多了吧。大概有一年多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当然今天呢，我也想告诉我们现场所有的科代表们，柯颖呢有你们的喜欢，他在一直努力的变成更好的自己，当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加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哇，我们领导说再叫一个粉丝，我想看一下是谁。哇，两位朋友一块儿。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一般大家都是，我面对着现场所有的观众好不好，一般大家都说女士优先，今天要不要让？不要。不要，对不对？要的这份，要的就是这份勇气啊。我们既然见到了偶像，当然不要把机会让给别人，对不对？这样，我们有一个提议啊，我们用中国现在最高科技的方式，石头剪刀布来决定一下，好不好？好，来，好，加油，大家好不好？来，做好准备，准备。好，几局啊？几局？好，三局两胜。我作为男子汉，说干脆一点。局局必胜，这样一刀定胜负，好不好？好，一刀定胜负，来准备，三二一。哇，没关系啊，只要你在舞台旁边等着，都有机会，对不对？好，来，这位美女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我是来自江西吉安的一位科代表。江西远道而来，来，我们河南本地的朋友们，给我们江西远道而来的朋友呐喊声、欢呼声，好不好？哇，可以看得出啊。我叫吴若芳，然后我是从高二的时候一直喜欢他，然后现在已经大二了。高二到大二，伴随着整个青春年华。是的，没错。那此时此刻，我们要不要请上我们舞台上的主人公呢？两位期待吗？来，两位一起叫出柯颖的名字，好吗？好，有请偶像登场，好吗？来，有请。柯颖，快来！哇，换身更加可爱的衣服。给你们一个机会，要不要？什么？你们说什么？舞台下方的所有粉丝们，你们同意吗？同意啊！哇，既然你们这个大方，我也就不说什么了。来，我们回过头啊，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来拥抱一下，好不好？二位啊，代表大家，尖叫！来，同样也给柯颖再次介绍一下，我们这位粉丝呢是郑州本地的，还有一位粉丝，这位粉丝从高二喜欢你到现在已经是大二了啊。我这么多年的时间，而且今天是从江西远道而来。对，有没有什么话想对粉丝说？哪有送我花，我都收掉。
哇，谢谢，真的非常的贴心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两位粉丝和我们的科颖一起来进行演奏，演奏的就是学猫叫。好，来把舞台交给你们好吗？舞台交给三位。好，有请。曲子在我们的架子鼓当中演绎都能演绎得如此的美妙，那接下来我们大家特别的期待，当然这轮同样有一个粉丝福利啊，跟我们的偶像一起同台来感受一下架子鼓魅力，他是谁呢？他已经来了，他来了，他带着
灿烂的笑容走上来了，对，他带着对于我们柯颖的爱来到了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你年纪这么小，你也非常喜欢柯颖吗？对，我平常在网上看他的视频。对，在网上看他的视频啊。那今天来到现场啊，你觉得他帅吗？帅。想成为他的样子吗？想。想，当然想成为他的样子，也希望你能够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好不好？来，我们离他近一点，给他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我叫李泽锦，今年12岁了。十岁，高呀？没有没有，我们柯颖两米，这个小朋友也就1.8米吧。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个均个达到了1.9米啊。好，你看到今天见到了偶像，一定要向偶像看齐，好不好？加油！好，下一步。好，那接下来我们将舞台交给你们，好吗？ 好，我们一起用掌声邀请他们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离开地球表面》。好，舞台交给他们。
谢谢。谢谢三位，谢谢。好，再次感谢三位，谢谢。谢谢。我说啊，这首歌本来就是五月天一首比较动感的歌曲，在我们架子鼓的演绎下，整个现场有了炸裂的感觉。是的，没错啊，当然柯颖在舞台上也是气场全开啊。那随着我们刚刚这首歌曲的落幕呢，我们今天的合作舞台，也就是我们今天第一场见面会的合作舞台，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说，现场的朋友们，你们觉得遗憾吗？遗憾，还想不想看可以给大家进行架子鼓表演？想啊，想吗？大家声音太小了，这样的话可以没办法被你们叫出来啊。来，我数三二一，看我们现场的声音有多大，可以能不能被你们叫到舞台上来，好不好？来，三二一！哇，既然大家这么热情，那么要不要再有请可以再次给大家表演一首呢？哇，粉丝的这个要求真的很棒哎！不仅是在舞台上表演这样一首歌，同样也是对我们所有一直以来在支持着我们柯颖的这些粉丝们的一次回馈，也是希望柯颖能够继续的喜欢他的粉丝，也希望粉丝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柯颖，继续喜欢他们的偶像。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柯颖来到舞台上，给大家表演一首《灌篮高手》的主题曲《好想大声说爱你》，有请柯颖。有请柯颖。谢谢，让我讲几句话可以吗？好，首先呢，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来到现场，谢谢你们大家，谢谢。那其实呢，这次真的要最感谢就是我们主办单位，就是张萌，谢谢，感谢中华鼓手，我们大家给他掌声一下，谢谢。谢谢你，感谢哈，都是因为他，我才有办法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这边。也感谢主持人的介绍，谢谢你。还有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不然我都没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现场。谢谢你们大家来，谢谢，感谢。希望之后还有这个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踊跃的那个宣传一下好吗？中国好鼓手，谢谢。然后张萌，主要是张萌，好吧，谢谢。那我就再来演出了，谢谢你们大家，谢谢。我们将舞台交给柯颖，有请。有请。
十足啊！再次感谢 Clean， 谢谢谢谢。哇，还有我们的小粉丝送上的花朵。好，来，我们要不要一起看镜头合张影啊？好，来，我们一起来到舞台前方，看向镜头。当然，现场的朋友们，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柯林，好吗？好，谢谢，好，谢谢。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柯林也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精彩的表演，我们先请柯林到后台休息一下，好吗？好，谢谢。谢谢柯林，再次掌声送给柯林，好吗？对，那待会儿呢，我们签售会上还可以再次看到柯林的身影哦。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说，今天我们有非常大的惊喜，刚才只是第一轮的抽奖，所以接下来第二轮的抽奖，我们的惊喜也是越来越丰厚哦。首先呢，我们第二轮的抽奖的依旧，第一次抽奖还是五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柯林亲笔签名的鼓棒。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要一起看向大屏幕。来，打开你们的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环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稍等。好，大家都进入到我们的抽奖页面了吗？还没有，没有的话抓紧时间好吗？此时此刻呢，也请上我们这一轮的抽奖嘉宾，有请张萌张总来到舞台上，有请。有请张总。我们喊开始，张总喊停，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舞台上方的二维码。来，现场的朋友们，都进入到抽奖页面了吗？都进入了吗？来，这个小朋友站得这么高，注意安全哦。好，是不是离得太近了？进入了吗？还没有啊。来，再给你一点点时间，好不好？
在还没有到现场，但是呢，我们会让这个柯颖给大家签名之后呢，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朋友是外地的，当然也有本地的朋友，如果能等到晚上的话，我们请柯颖签完名之后，大家就可以直接带走。那如果说这个时间比较晚的话，有些朋友要赶车啊，或者是这个古道的时间比较晚，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寄回去，对不对？好，这个如果大家愿意等的话，拿着这个军鼓可以和柯颖一对一的签名合影。哇，我以为有一对一教学呢啊！好，当然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惊喜了。对，那接下来我们要抽取的是两位幸运的朋友啊，可以获得我们柯颖亲笔签名的军鼓。来，一起看一下这两位朋友又会是谁呢？来，两位朋友，三，哇！等一下，有些朋友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抽奖页面，对不对？好，那抓紧时间，再次来，我们工作人员再次把这个二维码向上调节一下，好不好？好，这个二维码可能有一点点压缩，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调成正方形，再拉伸一下。哎，对，好，来，后排的朋友都可以扫描到吗？好，来，现场的朋友都进入到我们的抽奖页面了吗？好，扫不到是吗？变形了是吗？来，我们工作人员再次拉伸一下，我们先把这个二维码，对，好，可以了，可以了，我们把二维码向上移动一点。好，来，现场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开你们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扫一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抽奖页面，两个拥有我们可以亲笔签名的军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究竟哪两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好不好？好，都进入到我们的抽奖页面了吗？都进入了。好，那接下来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抽奖。当然还是有请我们的张东张总来为我们喊停哦。那好，多转一会儿吧。好，我们这一轮抽取的是两位幸运的朋友啊，我们一起看一下前两位会是谁。大家看到自己了吗？来，三二一，停。哇，恭喜 YR 朋友潘，这两位朋友在哪里？好，你是哪一位？第一个，哇，都已经脱衣了，非常的激动，出不去了是不是？出不去了，我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可以啊，可以抓紧时间好不好？大家给他让一下位置。哇，这位帅气的新生，我感觉你好像也是从事这个架子鼓行业的。我是乐队里面的鼓手兼吉他手在编曲。哇，要不要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郭振，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也是凯乐的现金代理商。哇，今天大赚啊，拿到了我们这个可以亲笔签名的金鼓。当然还有这位朋友，你来看一下 YR， 非常幸运，第一个就是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请这个我们张萌张总和二位一起来到舞台中间可以留念，好不好？来，我们来先记录一下什么。好，哇，还要请张我们的柯颖和二位一起合影，好不好？来，有请柯颖。好，来，请四位一起来到舞台中间。来，舞台正中央，好吗？大家站在舞台正中央，镜头们面向镜头。好，来，我们看向镜头。宝贝儿，看看什么？来，给你一次机会，声音大点，好不好？哇，今天现场会有妈粉啊，有没有女友粉啊？叫声哎，真的是太厉害了！当然，我们再次谢谢舞台上的两位嘉宾，也谢谢我们的两位获奖的朋友，谢谢。那两位都是来郑州的是吗？不是哈。好，也谢谢可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吗？好，那当然，我们二位朋友如果说今天晚上可以稍事等候一下的话，可以在我们可以来给大家签完名之后，我们将军鼓送到你们手上。如果说在外地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寄过去，好吗？好，谢谢，谢谢。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特别的激动。看到台下大家已经都激动万分了。当然，今天带来了非常多的动听的歌谣。接下来的话，这个仪式我相信大家很期待。
口气也就来了。我们现场很多的朋友今天在抽奖环节可能没有机会拿到这个可以给大家亲笔签名的鼓棒，也没有拿到柯音给大家送出的军鼓啊，所以说接下来在我们的签售环节，如果说大家有想要柯音亲笔签名的鼓棒和军鼓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进行到我们柯音的签售环节。当然也请大家一定要有秩序的排队，同样签售过后呢，我们也都可以安排大家每一个进行签售的朋友都可以现场和柯音来进行合影留念，注意安全好不好？好，注意安全，有序排好队。我们请台下的来小朋友，我们到自己的家长那里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的签售环节呢，签售环节提醒大家，对，我们给大家提就是准备的有这个鼓棒和军鼓啊，那具体的付费呢需要到我们工作人员那里来进行扫描，每扫描一个朋友呢完成交易之后，就可以拿着您的订单到我们的舞台上找到可以进行现场的一个签售。我们是一对一的啊，每一位朋友进行现场的签售，拿到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鼓棒也好，还有军鼓还在路上啊，来我们只要这个付完之后呢，就可以和柯音来现场进行合影留念了。好，那接下来现场的朋友，我们其他的朋友可以先到后排就坐，我们先注意安全好不好，一个一个来好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将这些东西准备好之后呢，我们也有请柯音来到舞台上好吗？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带好这个付款的二维码，我们到台下好吗？好，来，我们到台下，到这个舞台旁边排好队。好，提醒我们在台侧的小粉丝，提醒大家啊，有序的排好队伍，有请我们工作人员引领一下。你看，大家的偶像已经在舞台上了。当然，每一个人我们说一对一的签售，所以呢，提醒大家有序的排好队伍。好，如果说需要来到台上签售的朋友呢，可以在台侧，台侧的站好队。好，那接下来我们现场已经成功付款的朋友可以带着你手中订单信息，我们工作人员验证之后呢，就可以来到舞台上和我们的柯音进行现场签售以及合影留念。好，来，我们后排朋友稍事排好队好不好？好，来，第一位小朋友，对，直接给他好，小朋友要不要和柯音一起合影留念啊？好，来，摄影师和我们小朋友一起拍照哦，来看镜头。粉丝交流环节哦，好，来，没关系，谢谢小朋友。好，谢谢小朋友。好，接下来第二位小朋友。好，经过偶像手中的鼓棒和偶像一起合影。好了，谢谢我们这位小朋友，谢谢。好，接下来下一位。好，有请我们这一位跟偶像一起面向镜头。谢谢我们这位粉丝，好，有请下一位。好的，面向镜头和自己心中的偶像一同的留下一张合影。好，谢谢。好，有请下一位。好的，谢谢这位粉丝。好，有请下一位。
好的，谢谢。好，有请下一位小粉丝。好，谢谢。好，有请下一位。好，我们两位可以一人一座，一人一座。好，我们露出背影的签名，好不好？放在中间。好，保持微笑。好，一同看向镜头。好的，谢谢，谢谢背影。好，有请下一位。好的，谢谢，有请下一位。好的，谢谢。好的，谢谢，有请下一位。好，下一位。好，同样也提醒现场所有的进我们签售环节的粉丝朋友啊，我们现场进行签售的鼓棒呢是实物，已经可以交付给大家。那当然有朋友想要进行购买军鼓的话，我们可以先进行现场购买，在今天晚上军鼓到达之后呢会交给我们每位朋友的手中。好的，谢谢。好，下一位小朋友。好的，谢谢，谢谢我们这位小粉丝。好，有请下一位。好的，谢谢，有请下一位小粉丝。好的，谢谢，谢谢我们这位小粉丝。好，有请下一位。好的，谢谢。好，有请下一位小粉丝。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扫描签售。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小粉丝，就可以一起留下一张影像。好，来，我们现场还有朋友要进行我们的签售环节吗？有的话抓紧时间啊！当然，我们还有几个非常贴心的粉丝要留到最后啊，先给其他的粉丝朋友们留出空余的时间，来抓紧时间，我们工作人员在胸牌前呢挂有我们本次签售的二维码，来想要进行签售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舞台前方进行扫描，就有机会和可以进行现场可以留念。是啊，是铁杆粉丝，一定要在最后。铁杆粉丝会推理一个问题，说我不会架鼓，但是我可以和你合影留念吗？你会啊？你不会？不会可以合影留念吗？可以，可以，哇！可以，非常的大度啊！看到还为粉丝去签下了这样子一张签名照。好了，我们一同的面向镜头。哇，非常全面，非常的全面和贴心。终于现场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啊，这种机会不能错过，对不对？不能在纯白色的纸上来进行签名哦。好，
没有关系，我们全程记录了下来。好了，抓紧时间跟心中的偶像低头的去留下一张影像。然而提醒大家啊，现场想要低头牵手的朋友很多，抓紧时间来到台侧。当然，在我们工作人员的胸牌呢，有这样一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二维码，付款之后呢，就可以来到台上进行签售。好的，那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五分钟的签售时间啊，来，还没有进行签售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来，我们在这个楼梯旁边呢，会有我们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二维码的一个扫描进行签售。哇！哇，太惊喜了吧！惊喜的彩蛋，好，谢谢谢谢我们这一位粉丝，谢谢。真的太可爱了。好的，最后几个铁杆粉丝啊，说要留到最后，我们可以有这样单独见面的时间。好，谢谢。非常的贴心啊，跟粉丝一起合影留下了这样难忘的影像。当然提醒大家，签售还有最后的三分钟时间。对，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现场所有和可以进行合影的朋友呢，我们摄影师那里都有这个底片啊，我们后期会通过。对，我们现场这个所有粉丝合影的照片呢，后期都会通过中国好鼓手这样的一个微信号码来发送到朋友圈，大家到时候也都可以去朋友圈来进行寻找到自己的可以合影的那张照片。那现场要加我们微信的朋友呢，待会儿可以找到工作人员来添加一下中国好鼓手的微信。谢谢各位，谢谢。当然，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粉丝朋友比较多啊，所以也请大家在离场。